应该是一个支架部分，还是挺有弹力的。坐的腰疼。好，最后轮子就完成了。好，我的这个大脚车呢就已经拼好了，还是挺好看的啊，但是比我想象中比较复杂，设计都还挺好玩的，可以控制大脚车啊，左拐右拐，然后还有这个弹簧还挺好看的。好了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感觉韩哥应该要找我们打电话了，那今天就到这儿了，拜拜。